我父母的这个身上我发现了，孔老夫子讲的五伦就是化解克的，就是子用孝就化解了父母之克，父用慈就化解了子女之克。夫妇有别，别就是道，夫妇呢，夫敬夫道，妻敬妻道，就不受克了。那妻子非要惧丈夫，你看我讲的大五行里面就有四个老人惧的金木水火土，那小五行里面呢，就是丈夫居火位，妻子居水位了，长子居木位，哎，祖先居中位，哎，次子次女就居这个西方经位。他大五行和小五行在自身五行又是不一样的，居的方位不同。那我就在想，人这个克的这个过程中，夫妻呢，妻要居了水位，丈夫居了火位以后，水火就忌忌了。那妻子这个火要水要直扑到男方火位丈夫的位上，妻子就成了火位，就克夫了。夫呢要是跑到妻子的水位上面了，这个丈夫就窝囊废了，这就是窝囊废了，就被妻子克了。他这个克在这个地方，很多男的被妻子克，就是他居了水位了，不该居的位，该当家不当，该承担责任不承认，所以他这个克在这个上面就产生了。这是五行性里面的这种特别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同频率的共振，能量的振幅增加，包括系统吸收能量的过程选择。这是我在我父母身上我就发现，哎，孔老夫子讲的，哎，君义就能化解臣的克，啊，臣中就能化解君的克，啊，这也就是老板和员工之间也有相克的。你包括我们讲的什么属相克呀、八字克呀、命理克呀，你用什么方法化解？实际古人已经给我们讲了，就用这种方法完全可以化解。啊，这个是完全可以化解的。啊，你看我们看到的岳飞啊，岳飞实际就是受君克。军事不义了，把他克了。那岳飞忠没忠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岳飞是对国家忠，对皇帝并没忠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因为他是精忠报国，没有说精忠报君。我们最明显的就看到这个地方。所以就是说，岳飞他是大义，之所以最后被人这个恭敬啊，称为神这个恭敬，包括你看星云大师都引请岳飞像供在台湾的佛光山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岳飞那个时间他做的是对的，他把自己的生命哪怕都去舍弃了，他是为国不为君。为什么呀？他认为这个君是昏君啊！你看在家这个君被谁左右了？被当时的秦桧左右了啊！要不我经常在讲，人为什么失和呀？夫妻失和因为听谗言，君听谗言承受难啊，手足相残也是听谗言，实际这个谗言是非常可怕的。谗言呢，能让手足相残，夫妻离异。所以这就是我经常在讲的话，人这个舌头啊有利剑，耳朵你要会听。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语叫什么呀？来说是非者必须是非人。当一个人来说这类的话的时间，你要选择吸收或者不吸收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！过去我就在想了，我爸一赌博，我把人家麻将桌给人家都砸了，要不就把人家那个桌子给人家掀了。我就在想，我就听谗言了。从那以后，再有人说的时间，我就在想了，我爸就这一个爱好嘛，也没啥爱好嘛，那他输就输吧。哎，你看，我和他这个克就截断了，这个恶的缘就截断了啊！人家一说，你看你妈一天跑，这一说我就被我妈怨恨。我说我妈，你看一天跑的不在家不管我们。当别人以后再说的时间，我一再想，我说我妈再不跑的话，我爸把我妈打死了怎么办？他跑了，我还有妈，打死就没了。哎，这样一想，立即把这个课就消了。实际你就用这种方法啊，这就叫什么呀？父用慈化解子不孝，子用孝化解父不慈。这个是很重要，实际这五伦关系里面它就是一个安慰也是归位的方法，安道或者不安道，实际就是一个道理。这个很关键啊，我们不要把五伦关系老认为是儒家学说。我告诉大家，过去的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是不分的，真的儒家道家不分的啊。
过去呢，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啊，我们可以去细细的去明白一个道理，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呀？过去的道教没有佛教的时间，没有传入中国，这个道教在中国都称为国教，用国教用道教的方式呢是，哎，和君臣之间的这个相处，用儒家的东西，它是去教化民众的，它这个过去的学术是这样的，过去都是我们中国就是儒家、墨家。和道家佛教最后传入中国以后才慢慢形成了儒释道，把墨家呢给推出去了。实际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儒家学说里面、道家学说里面，包括一些大的这个教义里面，我们最明显的看到什么呀？孔老夫子拜望老子，弟子就问了，说老子到底是什么呀？这孔老夫子讲了，像天上龙一样。为什么呀？摸不清啊，是看不见摸不清的，是无形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老子，这个孔子拜老子的时间那一段佳话，哎，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儒家和这个道家呢，它是没有分的，最后也是被学者所分开的，真的是被学者所分开的啊。所以我们聊到第一条的特征在生活中的表现，那我们讲共振法则的第二条，共振的效果，能量的增加，这条在精神生活中的表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根据共振法则，我们自己的心念的频率高低会吸引同样的频率心念与我们共振。那讲到这一块呢，我们大家就理解我讲的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人是万物之灵，你要想万物之福如何想，你一定起正的这种正能量的东西散发出来的这个共振会，哎，这个吸引同样频率的心念与我们共振，就是所有的这个万物的，包括有形的无形的，所有的这种能量会和你产生共振。那当我们用负的能量产生共振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也同样会吸引什么呀？我们正能量的什么喜悦、感恩啊、包容啊、理解呀、随喜呀，哎，这种光明啊，这种正能量就全部就来了。那当你是负能量的，嫉妒啊、怨恨啊，那你就会导致什么病啊、灾啊、祸啊、意外啊、不孝子孙啊、赌徒朋友啊、吸毒的朋友啊，种种这种恶缘全部就会聚集。那我教给大家的这个第一个方法，实际就是我们在逆境中如何把这个恶缘、恶人、恶事，我们把它先分离。现在有很多修行的人在学佛的时间、学传统文化的时间，之所以没有效果的原因，你现在虽说在学善，可是你和恶还没有分离，你经常还不稳定，你这种频率不稳定，经常还会被恶所左右。你表面在善，实际你内心世界没有丝毫的变动，原因在这儿，所以你不受益，光是嘴上功夫啊，这是光是嘴上功夫啊。我们的正能量将吸收更多的正能量，就是按我们在这讲的话，你现在正能量吸收更多的正能量啊，那你呢，我们内心世界的正能量就会怎么样增强，会导致你周边的运气场能全部是顺的，是好的，所有恶的东西一旦到你跟前一来，就是什么呀，以卵击石，它就粉碎了。你看我们看到提婆达多在害佛的时间屡屡失败，没有成功的时候啊，那最后我们看呢，还是佛陀成就了，包括孔老夫子、老子，他们自然都是成就了，不受任何影响啊。我们的负能量也将与更多的负能量产生共振，并吸收负能量，最后增加内心的负能量。这一段话很重要的，就是你今天能享万物的福，也能受万物的害，
就是我们在万物里面都能收到什么正能量，你看到树叶一样啊，绿色的正能量，要是树长这么大，你看把阳光都挡住了，那就是负能量了。就是你要随时啊去考虑你现在在吸收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包括你看我讲那个做个有福人一样，实际它的这个里面就是讲到我们的内五福外五福如何吸收正能量的，实际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现在正式出版物里面不能出这些什么太多的风水的东西啊，他把这个词有时候就变了，包括我最近那本书实际全是风水，把那个改成什么呀，人体环境学，全部改成人体环境学。那人体环境学了，实际跟风水一样，只是名词变了，利于正式出版而已，实际就是为了利于这个啊。那这一段就非常重要了，就是我们的正能量要是强的时间，你吸收的全是正能量；当我们的负能量强的时间，你全部吸收的是负能量。那我前期给大家教的方法就是如何和负能量断绝关系，开始讲的就是这样啊，什么宇宙法则呀，能量啊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和负能量断绝关系，不受其克。我们要吸收了负能量就是被其克了，吸收正能量了就被其养了，被其旺了。夫妻之间的相互的旺，朋友之间，同事之间，我们与天地之间，与自然万物之间，他们都有负能量和正能量。那他们的正能量和负能量也在这个散发和传播，那我们自己如何去吸收啊？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呀？共振效应是会持续发生，我们的心念中比较有强度的念头，无论正负都会引发一个循环，这个糟糕的很。那这一句话也很重要，我们就想呢，共振效应是什么呀？会持续发生。这个共振效应是会持续发生，就像我们念佛的时间，有些人讲了，我怎么越念佛妄念越多呀？我就说了，你没妄念成阿罗汉了，你就是因为有妄念才要多念呀。有些人跟我说，我没念的时间没有，因为你没念的时间没有产生共振效果，你那个时间思想比较复杂，因为复杂习惯了。当你念佛的时间想要求这个清净的时间，你才感觉到那个复杂的念头原来那么多，你过去没有感觉而已，是这个道理而已啊，不是说你念佛了增加了，而是你念佛了以后你发现了更多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你就知道哦，原来我这个没念佛之前觉得很少的原因是我没发现，那你念了时间觉得很多了，实际祝贺你是你发现了，你这个时间更要更多的去念，那久而久之就有效果了啊。所以无论正负都会引发一个循环，这个循环里面就有不断的因果，就我给大家讲的。哎，一个老师学传统文化学得很好啊，他哥哥呢这个请人嫖娼的时间他就没有劝谏啊，为了做生意嘛，请人去嫖娼，嫖娼为了哎，拉拢点关系，他还认为自己呢社交能力很强，服务很到位。那到最后呢，反射因果的反作用力来了，给他派了个90后跟他哥哥相处呢，他看到以后呢，不光是没有阻止他哥哥，他还说，哎呀，我哥哥遇到真感情真爱情了。最后导致他哥哥生意赔几百万，向他借了80多万，这叫什么呀？肉包子打狗又借无还。最后见我的时间和他哥哥见面，我就在讲，我说这是因果报应的连环报应。他什么叫连环报应？我说你这80多万为啥让你哥借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不知道。我说你哥哥在请人嫖娼的时间，你在学传统文化，你作为亲兄弟不能制止，你要背他的负面的能量和因果在里面。第二呢，他谈了个女朋友，你故意你的嫂子和侄子不顾，你还认为你哥哥找到了一个什么哎真心的爱情。我说导致你呢，第一赔钱，你要给你哥哥负债呀，啊，你要给他借80多万，再加上背你父母含义说你是一奶同胞啊，你要多给他给钱啊，
还你父母还给别人还说，我们老小有的是钱啊，他过年回来就带钱给你还账，弄得你还连家都回不了，在家弄得你连对象都找不了。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你助纣为虐，这连环因果报应啊。这就是这句话，我们就想到这个例子了。什么例子？都会引发一个循环，这种循环熊在他身上。我一讲完，这老师才明白了，他做传统文化还做得很好呢。他说我这你看又结不了婚，哎，这炒股票也赔钱，是做什么都倒霉，我活该，助纣为虐。你不能给人当粮食益友吗？啊，你以为你积善了？你积善在你哥哥这儿，你想想你有没有积善？你祖先都要收拾你，说你有几个钱你得瑟吧，啊，让你哥倒霉，紧跟着让你倒霉，这叫连环。啊，你想你哥哥在请人嫖娼的时间，你在学传统文化学佛，你就该制止他，说这样是不对的，凶残。当你哥哥又遇到这个90后的时间，你要给他讲，你年龄相差这么多岁数呢，是不是你要对我嫂子对侄子负责呢，你要力荐啊，你更不能让他犯这个错误，你还助纣为虐，还给他给钱，那你哥哥最后倒霉负债，最后怎么办？可能想让你花钱，一看你还有公司，你还有工资，行，你有钱多给点。还是最后我把他救下来的，我说你不敢给你哥再给了，我说你哥那窟窿很大，没有三四百万都给不了。最后给我一讲，哎呀，高利贷300多万呀，说幸亏听你话，不然的话把我都拉死了，我公司都倒闭了，我这叫什么呀？活该，这叫因果报应。当我们按这个例子的时间，我们就知道更糟糕的是共振效应是会持续发生。我们心念中比较有强度的念头，无论正负都会引发一个循环，这个循环就是佛经上讲的什么呀？因果循环不空。为什么因果不空？你看万法皆空，唯有因果不空，这个因果是循环不空，因果在里面不断的循环。你看他哥哥请人嫖娼啊，无非就弟弟没劝，紧跟着来个小三儿，他弟弟还认为，这叫什么呀？我们很多人不随喜功德，随喜恶念，这也很可怕啊，这个也是非常可怕，他就等于随喜了恶念啊。就像我还给大家讲过，一个人盖了三座寺庙，做了那么多慈善，三个孩子，两个孩子的小的女儿小儿子都结婚有孩子，老大就是嫁不出去。别人流言蜚语都说了，说老大女儿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，嫁不出去。他老婆开始障碍他了，不让他去寺庙了，不让他捐款了，说咱们做那么多功德的事情，咱女儿都嫁不出去。最后在北京来看到我一本命运设计师，想见我。见完我以后，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啊，你功是功，过是过啊，为什么人家说功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，功过是不能相互抵消的，只能是重业轻报，也是因为你把恶缘断掉了。我说这是你女儿的问题，与你们捐建寺庙这一类的功德是不一样。我说幸亏你们捐建寺庙做了功德，不然你女儿不光是结不了婚，更惨。我说在你女儿身上，我最后见她女儿的时间，他爸爸在车上坐着，我就问他女儿，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结不了婚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你帮助别人打胎呀。哎呀，我一说这话，他说秦老师我明白了，他说我闺蜜啊这意外怀孕了，打胎呢我给他借的钱，我还照顾他。我说你帮助了两个呀。哎呀，他说确实我帮助了两个。我说你嫁不出去活该。什么叫闺蜜啊？最亲密的人。那你要跟他说什么呀？让他别犯邪淫啊，别打胎呀，即使怀了孕怎么办？生下来送到孤儿院也行啊。哎，他要打胎，你不光是你不阻挡，你还说你还讲弟子规，你也学传统文化呢，你是助纣为虐的嘛？你和你讲的和你学的完全是违背的，这就叫什么呀？恶的循环牵扯到大神的。哎，这是一个例子。那上海一个朋友那个例子也是这样，帮助她闺蜜打胎，打完胎在她家里她照顾，她闺蜜呢最后长了个肿瘤，肌瘤，好像是肿瘤，长到那个位置动手术了，谁知道她自己也长了个肿瘤，长的位置也一模一样。我最后见她以后，我说活该呀，帮助别人打胎。我说是不是长的瘤子也一样，位置也一样？她是。这叫什么呀？因果循环不空。
那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能当好什么呀？良师益友，助纣为虐的啊。那别人在嫖娼怎么办？你嫖娼我决定给你不给钱，你孝敬你父母我大力给，你作恶作恶我和你同流，决定不合污，这个很重要。同流我是可以照样和你当朋友，可是你所做的恶事我要给你提出来，至于你改不改，我把朋友的义务尽到了，就不受这个果报了，不然决定受啊。所以你看这一段就给我们讲到，更糟糕的是共振效应是会持续发生，我们心念中比较有强度的念头无论正负都会引发一个循环，就不断的循环。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福不双至，双至祸不单行。你看有很多人倒霉，接连二三倒霉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产生的这种共振效果非常可怕啊。所以我说因果不是迷信啊，因果是哲学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你要真懂得了以后，那你命运的密码掌握在手里了，看你今天在和谁共振，你挣谁挣来谁来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这秘密太多了，我挣领导想着谁，人家都部级干部一挣都来了，真的是这样啊。我有什么谜我想找谁，我说这个谁管了，你包括那个娘娘庙那个事儿，是不是那个例子出来以后，我说谁负责这个呢，我要知道一下，谁要一共振，共振个中央候补委员，一个部级干部来了跟我把这个事儿讲了，你看这个共振厉不厉害。我就是个农民而已啊，我是想谁就把他共振来了。我西安一个朋友啊，在我的跟前，他是晚上做梦梦见我来北京看我，我告诉他什么呀，我说我要资助500位特工学生。他有钱了吗？我说没有。他说没钱你资助什么呀？我说我要产这个孽，那天地就回应了。他真有效啊，我真有效，你不相信你试试一个共振。中午在我家吃的饭，下午我家里来个朋友，有意思的很，跟我聊聊天，临走的时间跟我说什么呀，秦老师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我说什么事儿呀？你找上几百位特供学生吧，我捐一笔钱资助资助。我那个朋友当时坐我家里吓傻了，他这么有效啊？我说真有效啊，你以为是假的呀？哎呀，他就觉得太稀奇了。这就是我们经常流传的一句话，人有善念天必有之。那我试了试，百试不爽啊，太有效果了。所以大家常起善念，别起恶念。你起恶念立即招来恶，你起善念立即招来善，这由你自己可以当家做主的。